我的爸爸除了是一个大帅哥之外，他还是家中的 Superman 哦，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由他处理，他从来没有怨言哦，只要我们抱他一下，他就会开心一整天哦。希望我的爸爸身体健康，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。